幕落下的一刻能给大家带来的那种视觉冲击感非常强烈的变化。很新鲜，就他这种创作这种方式，因为原来很少看到这样的一种编排吧。然后今天几位首席也都挺难得看到他们同场的，不管是内容啊、形式啊，还有这个演员的阵容，都是很震撼的。回忆，我特别喜欢邱云婷和李文涛的组合，所以他们演什么我都喜欢。在中巴领导的带领下，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编导踊跃出来，能够让中国芭蕾的创作水平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非常有成就的一个艺术家，我非常喜欢。我就觉得对这个导演，我觉得他特别的投入，特别真诚，对这个艺术，艺术工作者对自己事业的那种热情，真的很感动。希望他在这艺术的道路上能够走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好。希望费导越来越好，然后中巴也要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加油！就整个舞团都越来越好。